是谁的愿道上脚下只剩在与你和和的之中，而老板的骆驼在沙漠上行走，木乃伊只为记录你的模样，其实更是神秘的话，连串无解的密码，士兵的面像是最后的神话，金字塔几何比例可说是含金完美，在一起来窥探古埃及神秘的国度，金色宝藏和壮丽的塔柱埋在一侧裂的沙漠上，也摸起也解不通的咒语，会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？小时辰在与你和乐之中，而老板的骆驼在沙漠上行走，木乃伊只为记录你的模样，其实更是神秘的话，连串无解的密码，士兵的面像是最后的神话，金字塔几何比例可说是含金完美，在一起来窥探古埃及神秘的国度，金色宝藏的